本期讲解一个快手挂载生日祝福小程序啊，这一个项目一天的话收入300块钱，小白轻松上手，而且可以多号批量操作。课程包括项目的介绍、直播间的设置，都有详细的讲解。啊，多个号操作的话，这个收入更多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三节视频课，还有这个任务介绍、项目介绍，都有这个项目详细的讲解。啊，讲得非常清楚，直接操作就可以。下面是比较简单，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再来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啊，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生日祝福小程序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